好，谢谢小班。Good morning, everyone。早安。今天是G0V 的五周年黑客松。大家如果过去有参加过G0V 黑客松，就会知道我们的命名方式其实是用台湾战后的一些重要事件啊，像第一次是这个动员戡乱黑客松。那这一次就是有点好像想不出梗了，所以看看时间，居然已经刚好五年了，所以就想说，那就叫五周年黑客松吧。好，那除了五周年黑客松之外呢，这个礼拜其实也是在台湾举办这个 Civic Tech Fest 哦，全世界在做类似 G0V 类似这样子的使用科技来促进公民跟用新的方式来沟通的这些全世界的社群呢，大部分都来到了台湾哦。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变成一个系列活动，叫做 Civic Tech Fest。那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很累的话，就是这礼拜都被这个就一直在疯狂的开会。好，那大概全世界有多少人跑来呢？全部大概来自台湾以外大概有160位哦。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各个地方来的分布哦。那这个就是 Civic Tech Fest 在这个礼拜办的各种活动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很多人都喘口气。好，那五周年黑客松除了是这个响应这个 Civic Tech Fest 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第二期的这个秋季的这个奖助金会在下午做 kick off， 就是开始启动了。好，那这次大概有50几个提案，我们最后评选出来有6个，那在今天会做正式专案的启动会，也会跟社群跟大家来讲说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好，那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WiFi 的密码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没有看到赶快问黄色背心。那今天的厕所呢，这个在一个不好找的地方哦，大家在现在的这一个空间是，不是，对，空间是这里。然后厕所是右上角那个，也就是说在各位的右手边的后方。好，但是男厕在1楼，女厕在2楼，所以要从那边门口那个楼梯上去2楼才有女厕。好，今天的这个流程呢，大概是这样子哦。待会我们就会开始进行专案的这个介绍。好，那每一个专案有3分钟时间 ，Every project has 3 minutes to run their proposal。然后呢，我们会让所有的人做一个非常快速的自我介绍。平常我们是讲3个关键词，就是我是谁，然后我是写程式的，我是用什么程式语言，或是我想做什么专案。好，但是因为今天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用2个关键字。所以大家请现在先想一想，等一下要讲什么。好 ，We'll do a 2-keyword intro rather than 3 because we have more people today。那接下来呢，就基本上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啦，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开始做事情。好，那到了下午的时候2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grant 的 kick off。好，2点的时候会有六个 presentation 来告诉大家这次奖助金获奖的团队做了哪些事情。那再来呢，因为今天有蛮多外国人的，那我们过去其实有尝试一个方式是做这个专案的一条龙导游。好，就是到了下午，如果有人想去参观别人的专案的话，就会去。有一个导游团，他会拿着小旗子去带领大家去参观。好，但是因为今天可能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改变一个方式，用这个 office hour 的形式。好，每一个专案大概晚一点会被 assign 一个 office hour 的时间。那个时间呢，你就是期待说可能会有人咕噜过跑去问你说你们在干嘛。那所以你就可能只要解释一次就好了。好，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在那个表的哪边会写。好，到了最后呢，5点的时候要做这个 presentation。好，所以大概4点的时候就会请大家开始登记一下，看要不要 present 今天的成果。好，那所有的资讯就在 hack.g0v.tw 的正中间，好，这个当期黑客松共笔哦。So every information you need today is on hack.gov0.tw and the center button. And we try to make everything bilingual as possible, but if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confusing to you, ask someone in the yellow vest.好，那提案呢，可以看到是在这里。好，那今天应该有不少提案，刚刚有看到了。那3点以后会是这个 office hour， 那就是大概中午之后呢，我们就会看有真的成型的专案。有成型的专案就是等一下会有桌牌的专案，好，就会在这边 allocate 大家的时间。好，那如果说你是这个想要去参观别人专案的话，就可以尽量在这个时间去拜访这个专案。So we will try to assign office hour for every table, and then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what they're up to,
just go visit them that time, so they only have to explain once, maybe in English, right? 好，刚刚小班有解释，就是说 GMV 有很多的坑洞嘛，那所以这个坑洞有大有小，有的是就这样子，有的是这样子。哦，那很重要的就是说，希望今天可以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坑哦。那怎么样到比较能够把坑挖得漂亮哦，然后让人容易入坑哦，这个就是这个 GMV 的奥秘哦。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的专案的这个 present 的这个 spreadsheet 后面加上你希望什么样的人来帮忙。好，所以你的专案可能进行了一阵子，可能需要这个 review 一下 UX 的这个 flow 啊，或者是说你需要有人帮你把文件写得更清楚啊，可以第一个可以先写在这里。那再来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报道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贴纸哦，那贴纸其实就是你的专长。好，那所以你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很快一目了然说，哎，今天大概有什么样的人出现，哪些人可能会给你帮忙。那提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技巧，就是说什么样的坑会容易被人家去觉得哎很有趣，想要去把它做，或是至少可以做出一些些来。好，那我们归纳出就是说过去 GMV 可能一共有提了已经不知道多少了，你看26次，一次如果平均15个的话，那大概就是将近400个 project， 那当然有是重复的。那我们大概归纳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你要解决问题讲得很清楚的话，大家比较能够，你大概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比较能够有共鸣。然后呢，你打算怎么做，初步的构想你已经想好是用一个互动的方式，什么样的互动方式，是在 web 上，还是那实际上应用起来会是长怎么样，提出这样的初步构想。好，那最好是有文件，所以别人可以去 patch 它，可以去说，哎，其实这边好像有人做过另外一个东西了。好，那列出你需要的帮忙。好，那然后再来就是说成果的授权非常的重要，让大家知道我们 contribute 这样的时间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属于所有人都可以继续去使用的。好，但更重要的是你的 presentation 要在3分钟之内完成。所以好，那有几个比较不建议的做法，就是第一个是，哎，觉得这里是一个外包的场合，那就是说，哎，这个你们可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不是，就是通常会成功的提案是说，你就是很想做那件事情，你就已经在做了，只是有点做的程式写的不是很好，或者是说设计的不是很好，希望更多人来帮忙。好，就是你自己的意志非常非常的强。好，那所以通常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就是要做这个了，那现在什么人要跟我一起做？那或者是说，哎，你有比较清楚的想法，某一个议题虽然我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自己做，可是我很明确的知道用这样子去解决，应该是有可以解决原来这个问题的方法。好，那所以重点就是说，等一下3分钟的提案之后呢，就会是很多实务的时间了。在这个实务的时间，你就去找到就是说，哎，你看到有趣的提案，去跟他聊一聊，所以需不需要我的帮忙？好，那下午整天的时间呢，其实就是让大家自由的hack， 然后在下午5点的时候来做 present， 说，哎，大家今天完成了什么？好，再次强调，黄色背心的人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你有觉得茫然或者是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时候，找他。好，那这个梗好像已经过期了。投影片都没有更新，糟糕。所以就是 I have a 坑，对不对？那如果你就是有一个装置，你就可以辨识出坑主的装置。好，所以等一下来提案的人呢，手上就会拿到一个这个，好，备章，那就是你就是坑主。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人越来越多。好，那大家这边有很多查理布朗，你可以知道皮卡丘在哪里吗？好，皮卡丘是刚才新手教学的那个小班，对不对？可是人太多，你就找不到。那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坑主的辨识装置。好，这样可以很快找到他，然后就是知道，哎，他好像就是早上讲那个什么什么，我发觉那个人。好，那再来呢，还有这个桌牌。好，当你提案完了之后，请拿一个桌牌放在自己占据一个桌子。好，然后大家路过的时候，就是可以马上就知道说，哎，你们这一组在讨论什么东西。好，所以自己去拿纸跟笔把它写进去。好，再次的强调，刚才小班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营造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哦。那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与会守则。好，那我们讨论的时候可能会大家意见不一样。好，但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因为别人的种种不是讨论内容的事情来做对别人的攻击。好 ，badge 非常重要，因为就是上面有很多不重要的资讯，可以让大家开启讨论。你也可以把贴纸贴在上面。
好，好，那食物非常的多，那今天的场地跟平常不一样，可以在这边吃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比较 casual。好，那所以这个是假的，就是可以饮食，可以饮料。好，但是 we take our rubbish seriously。好，请把这个垃圾叠好。好，然后后面垃圾桶在那两个，就是正后方这两个。好，那刚才那个我们伟大的食物组这个 Joanna 有说，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盘子哦，所以你丢掉就没有了。所以请在盘子上自己写名字哦，自己保护好自己的盘子。好，今天有很多新的贴纸在报道处这边。好，那欢迎大家捐款。我们今天有新的那个捐款箱，对不对？非常厉害的捐款箱。好，那也欢迎大家来加入这个定期定额的这个认养人哦。我们这次有设计了一个新的纪念品哦。如果你是定期定额的话，下午可以或者报到的时候可以去领取。那下午这个阿端会做更多的介绍。那今年还有这个联发这个开放资料社，就是一直非常支持黑客松哦，所以他们有做这个咖啡包。好，所以今天的饮料。不确定有没有咖啡，但是有那个咖啡包可以自己去使用。好，那个热水在后面有一个小房间里面。好，那 GDV 的黑客松其实是很多很多人一起帮忙的，包括今天来参加的各位，是一个大家如果有来过，或者等一下就会体验到，这是一个非常自助的一个环境哦。那但是还是有很多投入很多的这个 volunteer 来帮忙哦。那像今天的小班刚刚跟我们的开场。好，然后食物是由 Joanna 跟小草。那我们今天因为人数很多，所以报道有非常非常多人帮忙哦 ，Stella、Kevin， 然后那个子龙跟小谢，还有 LY， 还有阿天，然后为什么两个小谢？奇怪。好，然后还有很多帮忙照相跟摄影跟直播的这个马克炮、雨婷跟陈相。然后 captioning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国际的贵宾，那所以那个之浩打错了，对不起。那所以之浩和他的朋友们会在这边帮大家给这个英文的这个captioning。好，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帮忙加入的话，好，我们等一下主要需要 captioning 的时间就是专案的 proposal 的时间，还有下午这个 grant 的这个 kickoff 的报告，还有最后的成果报告，这三个时段会需要 captioning。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帮忙的话，可以跟之浩联络，或者直接到这个HackMD 上面打。好，那大 GDV 每两个月的大黑客松是由 GDV 纠松团这个 task force 来执行的哦。那所以那今天就是大家花比较多力气来让更多人可以参加，也让这个我们从国外来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就是跟大家一起协作。好，那就不再多说了，希望大家今天 happy hacking。那我们就来开始做这个专案的报告。那请有提案的人可以先坐到前面来吗？那我们就按照顺序。